林学人，各位同学早上好。今天我们的课要说的是如何洗手，我们要把手洗干净，这样子我们的手才不会有肮脏，才不会有细菌。什么时候要洗手呢？吃饭前要洗手，吃饭后也要洗手，还有上完厕所后我们也要记得洗手。要如何才能把手洗干净呢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视频。洗手了，七字诀跟我一起做。内，手心向内搓一搓，一二三四五。外，双手手背搓一搓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。夹，手指交错洗指缝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。弓，手指弓起放手心，手腕也要搓搓搓，另一手也要搓搓搓。哗啦啦，泡泡冲掉，擦擦擦，把手擦干。内外夹弓大力腕，搓搓七字诀我都做到了。同学们记得哦，内外夹弓大力腕，记得要把手洗干净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